到的人，请你开镜头，我们要准备上课了。我们再等一下哈。伯恩，功课有没有问题？伯恩，有吗？好了，我们准备上课了。先拿数学评量哈。那博彦功课有没有问题？博彦，许翠婷啊，还有那个彭金玉，看一下你们功课有没有问题。前几天的都可以哦哈。如果说老师改的你订正有问题的，也都可以问哦。好，秉轩跟湘婷在吗？平佑功课有没有问题？平佑没有，没有哈。好，来，请你们开镜头，看谁今天没开镜头。我们今天就加课好了。还有谁？彭金玉，还有秉轩，还有行智都没有开镜头。彭丽珍，你叫小狗上课啊？嗯，丽珍，舞蹈班的丽珍，你请小狗上课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！好了好，来，先拿出你们的数学评量哈，翻开到101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好，来，新普文德的都翻开到101哈，新普也是101，文德也是101，还有谁还没有开镜头的？老师不好意思，那个云芝他今天去打疫苗，所以今天没办法上线，谢谢。云芝，好，张行智你在吗？行智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开镜头？不开镜头的，我们复课之后都给考卷，让回家功课了。对啊，因为你们都躲在后面玩。张行智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方哲写101页啦，101页，给5分钟。好，文德、新普都各一样哈。文德会比较久，因为文德要算面积，所以文德、新普都101页给。5到10分，5分钟好了，给5分钟开始算。在等的，在写的同时，我们就开始等，好，等同学。5到10分钟啊，5分钟就好，10分钟太多了，因为这个算应该还蛮简单的。好，新普文的都是101页，101页。老师，有我的评量，我的数学评量忘了带。你去哪里啊？你去阿妈家哈。对，好，那你拿一张纸出来算好不好？我其他都有带，这个数学平常没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把你的那个拿一张纸，好，拿一张纸空白的纸，然后拿出来算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拜拜。秉轩你在吗？秉轩，我怎么觉得秉轩好像躲起来？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开镜头？秉轩，对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开镜头？是怎么了？好了哈，我们开始了哈。好，来，新普的101页，先算这是，先算这一面，好，先算这一面。然后文德的也是哈，文德是101页，文德有面积，文德的面积，请你们听好哦，三个人。文德的三个哈，第一个给张行智，第二个给许翠婷，第三题这个面积给彭金玉，翠婷你算第二个，金玉第三个，然后行智第一个，行智
翠婷，然后彭金玉，有没有问题？然后剩下的都要开始算，剩下的都开始算，没有平量的就请你拿出你的纸出来算。玉安来吗？玉安来，玉安写101页哦，玉安。黄子晴拿纸出来算哦，吼。还有哲瑶，好，101页。老师，有。老师，我在我爸爸工作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拿到。请你拿出一张纸，都可以算。拿出一张纸跟笔都可以算。我爸爸这里没有纸，只有笔。没有纸哦。好吧，那你就看着吧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题。第一题应该大家都好，我用我的哈。来，王平佑，请问这一题你会怎么算？第一题，平佑。平庸在吗？平庸，平庸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平庸，平庸都没听到。来，吴伯恩，第一题你怎么算？伯恩，2627减掉什么？吴伯恩，你就看你的、啊。怎么算？吴伯恩，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。你有开麦克风吗？有，好，那你我现在有听到了，那你再一次啦，你说2627，然后呢，减掉多少？227。好，然后呢？2494。然后所以答案等于3094。好，陈琳，第二题你怎么算？陈琳。我先25×40=1000，再乘以86=8600。好，8600啦，86000，因为你是乘以1000，所以这里后面三个零 ，OK， 好、哦，三个零，一二三，直接三个零，然后写86 ，OK， 好、哦。黄玉珍，这一题你怎么算，玉珍？等于885+2000=2885。你的2000是哪里来的？对，你的2000哪里来的？对啊，你加2000，那请问1504+496。好，你先加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就对了。所以等于2885。好，2885。好，再来，黄丽珍，这一题你怎么算？丽珍，丽珍，对，等于871-500等于371。好，那你的五百怎么来的？368+132。对，你这里可以括号哈。每个人注意一下哈，这里可以括号，然后变加号，好，这里相加，所以是500，好，这个是对的，好，所以等于371。好，再来，香婷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数几格？27。好，新佑，请问一下，你数几格？新佑，请问一下你数几个？我数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数。
博彦，你第三题，你数看看第，你总共数多少？十二个，十几，十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再来，博彦呢？你数几个？16。好，再来，王同心，你第一题。李炳轩，第二题。老师。嘿。你的第三大题不见了。我第三大题不见，好，等一下我再说哈。好，来，第三大题不见了，好。这里，等一下哈，那我们先看第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四大题。王同心，然后第二个是李炳轩，然后第三个是那个谁，方哲。第三题是方哲，拿笔出来算哦，方哲。好，来算完的人就举手。好，这三个人算完的人就举手。好，来，炳轩算多少？460.0。你说这里460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再来，还有谁算完的？每个人都有机会哦。方哲，你算好了吗？同心算完了吗？来，同心多少？107.28。107.28，好，107.28，好，再来，方哲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方哲有没有？方哲，不见了。陈玉安，那这一题给你，因为我按照顺序看来。陈玉安，这一题，8分41秒。8分41秒。对，好，8分41秒。好，来，辛苦的，先统整一下。我们第三题，等一下哈，给你2分钟。文德准备哦，文德。那心谱好的人就请你先写102页，先写102页。如果你好的人，先写102页，先写102页。心谱，如果你好的人，先写102页。好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好了，我要换页了，我要换。老师，为什么没有第三大题？对，我刚刚说的第三大题，等一下，那你们先写102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看好，先写102哈，先写102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文德，来，文德，第三大题是第三大题开始，对不对？文德是第三大题，对。好，来，来，你算多少？来，我找一个。找一个来，张行智，第一题你算多少？行智，你有听到吗？有。好，那你算多少？1110.6。1110.6。好，再来金玉。26.34。26.34。翠婷，你算多少？2522.5。2522.5。好，再来，张行智，第一题你数几个？十七。好，再来，金玉。27。翠婷。十。好。来，张行智，你这一题你怎么算？行智，第一题你怎么算？这一题的面积你怎么算？15×25=375。然后，嘿。再来。7×7=49。375减49=326。好，
很好，平方公尺哦，单位要写哦，或 M2 哦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许翠婷，你怎么算？你用补的还是用划分的？十六，划分。好，你怎么分？你告诉我你怎么？四乘以四等于十六，十六乘以怎么分吗？我把你是画这样，你是分这样是吗？对不对？画这样。对。对不对？四乘以四，对。所以这里十六。而且四乘以四等于十六。这边也十六。十六乘以二等于三十二。好，然后呢？除以二等于二。六乘以二等于十二，三十二加十二等于四十四，答四十四平方公分。翠婷，我郑老师想问一下，你这一个面积怎么算？这一个，现在这个十六跟十六这没有问题。那你请问一下，你这个长是多少？是十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翠婷？好，那请问你的宽是多少？是，你这里的宽是多少？是，是，你问，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是二？因为四除以二等于二啊。嗯？四除以二等于二。四除以二等于二，为什么你会有四除以二？没有关系哦，翠婷来，等我一下哦。翠婷，你这里是十二，你看我的这里，你这里是十二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十二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一段是多少？你怎么会确定它是二嘞？他没有告诉你这一段是四啊，因为他只有告诉你这里是四，他并没有告诉你说我这里是四。这样你有听懂吗？翠婷，你有看清楚吗？它下面四的对面有写下面另外一边是二。你说这里吗？对面，你说这里对面吗？这里的四是这里的四哦。四的旁边下面呢？来，请问一下，你大声一点好吗？你大声一点没关系啦。四的下面，四的下面，哪里的四的下面？我告诉你，那里是二。四的下面是这里的四吗？你说这里吗？这里是二。你说这个二吗？是吗？对，翠婷是不是好？那我问你，这里是二，那这里是二，请问一下，那他有告诉你这一段是多少吗？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一段是多少？就是从二这个二加上不知道，再加上一个二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你知道是多少？他有告诉你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段是多少吗？这一段我现在画这里的，因为左边等于右边嘛。你看得出来我这里等于多少吗？翠婷，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嘛，好。那这一题要怎么算齁？这一题就这样算，看我齁，它其实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方法呢，就是你刚刚讲的划分，或者是用补的。可是你划分，因为你还要再去求这一段，所以你很麻烦，你就只能用补的。那用补的呢，你就是这样补，全部补起来。我全部都补起来，补满，补满，补满，可以吗？许翠婷可以吗？翠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补满之后，我的长是这一段，我的长是红色的这一段，对不对？那红色这一段是四加六再加上四，可以吗？许翠婷。因为是在这里，所以这一段是四，这一段是四 ，OK。所以这样加起来是等于十四 ，OK。你的宽是等于十四。许翠婷，有听懂吗？许翠婷，好，那你的长是十四，那你的宽就是这里的四加上这里的二，这里是二嘛？那加起来是四，就等于六。所以你是四十四乘以六等于八十四。对不对？全部的面积是八十四。许翠婷有问题吗？到这里，许翠婷，静玉有没有问题？静玉，张行智嘞？许翠婷，你有没有问题？到这里，好，
那这里算出来，我全部面积算出来了，那我就可以开始算这里的。我的这一块，白色的这一块就是四乘以二，是不是等于八？四乘以二等于八，对不对？起翠婷，那这一块也是四乘以二，也是等于八，这一块也是八，那这一块就是六乘以二。我现在算的是白色哦。没有听到，因为我刚刚网络断掉。好，来，许翠婷，我再讲一次。许翠婷，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长这一条红色的这一条长是等于十四？许翠婷，可以吗？许翠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宽是不是就等于一样？这里的二要加上你的四，所以宽是等于六。所以我全部的面积，整个的面积就是84。再来，我要减掉白色的这一个，白色这个就是4乘以2，有没有？这里这一段是4嘛， 4乘以2，所以等于8。再来，这也是4乘以2，也是等于8，所以这里等于8，这两个都是8，这里是8，这里也是8。再来，白色的这一块是长乘以宽，等于12，所以这里等于12。再用84减8减8减12。减全部减掉第一块的八，第二块的八，第三块的十二。叫许翠婷可以吗？许翠婷，可以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题有两种算法哈，我看给你们看一下。还有一种算法，我先算。还有一种算法是这样，许翠婷看好哦，我把它减掉，我把这一块减掉，补到这边来，把这一块的六跟二。补到六跟二，那我这一块是没有了，我是刚好算了一个长方形的面积，有没有？许翠婷有看懂吗？有哈，好，直接就算了一个长方形的面积。那我现在答案就是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就是呢，刚刚郑老师讲的，把这一块减掉补上来，那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面积，或者刚刚郑老师讲的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全部的面积补好，全部补好、哦、然后呢算出总面积，再减掉这一块的白色，这一块白色跟这一块，所以答案也是56、哦、许翠婷 OK， 翠婷可以吗？翠婷好，继续请问一下你这题怎么算？10乘以10等于100， 100再乘以10等于1000。好，你的算法是 C and two。好，你是全部把它都划分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是都把它切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总共有十个哈，所以没有错哈，所以答案就是1000。嗯，好，答案就是1000。许翠婷，如果你等一下还有问题的话，再跟郑老师说哈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文德的新埔的。102页第五题，等一下我们会上第三题、哦、好，来第一题，刚到陈玉安，来张哲瑶第一题，然后郑永元在吗？郑永元在。你第二题，第三题，平佑，平佑在吗？第四题，蒋瑜琴。第五题，吴伯恩。好，来第一题，来张哲瑶，你怎么算？102页，文德继续102页哦。这样怎么算？好的人就按举手键哦，郑老师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吕炳轩，你好了。好了，秉先第三题给你了，因为我好像觉得王平佑的网络好像是有点比较有问题。来，秉先就第三题。泽阳好了吗？泽阳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三题，来李秉先的第三题哦，下午3:40开始打篮球，到下午5:10，那哥哥花了多少时间？5:10减掉3:40等于1:30。
一小时30分。好，因为郑老师有讲过哈，如果今天都是下午，都是下午，都是上午，都是上午，我们就不要理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有讲过。好，对，是1小时30分，没有错。好，再来，哎，啊，哲雅怎么不见了？哲雅不见了，他刚刚离开会议了。对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好，来，这第二题来，来了，哲雅来了。哲雅，你算完了吗？哲雅，永元好了吗？永元，好了。好来，永元来先。我要用分数哦。好。2.6公斤，先把它换成分数。对的，等于所以等于2又10分之6。所以它等于2又10分之6。好，再来。然后，然后再用2又5分之2换算。好，换算什么？换成，十又吗？二又十分之四。哦，2又10分之4。好，再来。对啦，没错，再来。好，对啊。2又2分之1等于2又5。2又5分之5。2又5分之5。3/5，5/3是2又5/3、是吗？嗯，不对啊，那你的分母都不一样啦、啊，分母只有这两个是一样的呢。2又5，你不是要换成同样的分母吗？对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你应该怎么画？把它换成同样的分母啊。你的分母现在不是都是，你已经把它变成都是十啦、啊，所以把分母变成十啊，所以它2又10分之5。对啊，好，再来比大小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来，所以谁？2又10分之6。六，然后嘞，大于2又10分之5。嗯，再来，大于2又10分之10。所以他请问一下谁？最重，谁最重？糯米。好，糯米最重。好，糯米重。好，再来，那最重跟最轻差几公斤？差2又10分之6减2又10分之4。所以嘞，等于2减2没了嘛？嗯。然后嘞，10分之2。好，10分之2，好，很好，对啊，没错，你要记得把它换成同样的分母哦，哈。好，来这一题呢就是这样子哈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糯米10分之2，这是对的哦，哈。有的老师需要写到这里，所以你们必须写哈。有的老师是只要写到这里就好了，我再讲一次，有的老师写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但是有的老师要写到这里，你们要看老师怎么说哦，哈。好，再来。张哲瑶，请问一下你这题怎么算？哲瑶，这题我没听到声音。哲瑶，哲瑶你没开麦克风？哲瑶你没有开麦克风，我没听到你的声音。好来，这一题刚刚说谁？好，来讲于晴，这一题多少？这一题于晴，哦，你麦克风打不开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来廖成林，你第四题，廖成林，环境也就是造成，我现在只要看到有人没有开镜头，我们回去功课一定加倍，除非你的镜头开不了。对啊，哦哦，张哲瑶开掉了麦克风哦，好吧，那来，那陈香婷，你的第一题，陈香婷这一题第一题，廖成林第四题，吴伯恩你的第五题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你怎么算？
512。对啊，然后嘞？5 × 5 = 8。去除以多少？八。八，所以答案等多少？64。好，64立方公分哈。好，来，相题呢？这题你怎么算？8除以3等于2又3/2，好，2又3/2哈。我现在要的是公斤，我不要把它换成元哦，记住，所以我直接用公斤去除以妈妈和两个好朋友，所以总共三个人。好，好，再来乘你呢？18日上午9时减掉17日下午6时等于1日3小时。来，你说你把什么东西？陈琳，你没有看清楚题目。我是把下午的下午的六十变成18时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上午，你为什么要变十九？不用啊。是啊，你说17日，然后嘞，18时，谁减谁来？我说18日上午9时减掉17日。好，90减掉下午60，下午六十是18时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减下来多少？1日3小时。一日三小时，好，所以呢，答一日三小时，对，三小时，对。答一日三小时，你要借多少？借24，不是借60哦。OK， 好，陈琳借24哦，哈，24减18是6，六再加上你原来的9，所以是15小时。OK， 陈琳，好，好哈，好，再来换文德了。来，辛苦的，你们等一下先写第二题哈。来，文德，来文德，文德开镜头哈。好，来我看一下哈。来，文德怎么剩下一个人在而已？现在都闪退了哦。翠婷，我看来，翠婷，你告诉我，文中找出三个概数，哪三个？第一个是全长约 1.5 公里，第二个是一段长约 0.4 公里，第三个是再来回约20分钟。好，所以第一题写完了。好，再来张行志，请问一下，爸爸加油花了多少钱？张行志，等我一下，我刚刚算错了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彭俊玉，你这题算多少？先取概数，300。320万。3963取概数变成320万。嗯，然后336万1112取概数变成336万。336万再减掉320万等于16万，答16万人次。对，好，16万人次。好，再来，张行志，你好了吗？齐翠婷，好来，来，你赚多少？行志，齐翠婷第四题哦。张行志，你算多少？行志。行志，你算多少？还在算。为什么你会算这么久？好，来，许翠婷，你先来。许翠婷，85分等于20时15分。然后嘞？然后。20时15分减掉60时30分。嗯，所以嘞，所以等于几小时几？
几岁停等几小时几分？等我一下。好，来，文心普的先休息，休息两分钟。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国语哈，国语哦，国语。数学要留着哦，我们还有大题还没算。你们先休息，来，文德的。是三十五分。三小时三十五分，好，是三小时三十五分，好，很好。再来，张行志，你算多少？二十八点六减十二等于，减十二等于，你为什么会减十二？你看题目这里。95的无铅汽油每公升是 28.6， 一公升 28.6， 但是现在因为爸爸使用自助加油机，每公升可以折价 0.3， 所以一公升是 28.6， 你可以减掉 0.3， 先把一公升算出来，对不对？张行志，所以你算出来多少？减掉 0.3，28.3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本来是28.6，那因为折价所以变28.3。那我现在加几公斤？40，所以是再乘以40。OK， 张行志 ，OK， 可以算，所以你算出来答案多少？乘以40，我要你算。多少？行智算出来多少？8332。八千，这么多？我28.3去乘以40而已，怎么会算到8000多？你有没有点小数点？有。有，你怎么算的？怎么算到8000多？你28乘以40也才800多而已。你再算一次，28.3乘以40，你不能连算基本的运算都会出错哦。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让你们允许让你们这样错。张行志，你要认真算哦。来，许翠婷，你算出来多少？许翠婷，你算出来多少？132，对不对？好，答案是1132，因为你们这里是一个零，所以这个零就是要掉。老师，我说1132啊。好，1132，张行志，你有认真算吗？好，我们就准备哦。好，来，文德的，给你们休息一分钟。等一下，谁没有开镜头，回去我们功课就加倍，因为我发现你们没有开镜头。哦，好，来，等我一下哦。陈琳，等我一下哦，陈琳，这个吗？102页。好，陈琳可以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先截图下来的，然后我待会下课之后再去看。好，然后谢谢老师。可以哈，陈琳可以哦。可以哈，蒋一晴，你们进了，可能今天大家电脑都怪怪的。好了，我们准备上国语，等一下数学我们会明天再补一下哈。我们先把今天的进度，郑老师的进度上完。好，来，先打开国语吧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第14课交了吗？14课交了吗？已经交完了。好，交完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那个
张行志、许翠婷跟彭靖玉，你们就先写选择题的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先来看这里，来第一大题，这个就自己写，好，自己写。我们一起来写第二大题。第二大题，请问下这个念什么音？我找一个好了，吴伯恩，这个商品很有什么意义？什么意？创意。好，创意，好，四声创，哈，创意。好，再来，廖成林，这什么什么商？创伤。对，创伤不是创哦，哈，创伤。好，再来，黄玉珍，这什么美好？创。好，开创美好，哈，创好。再来下一个，再来黄丽珍，舞蹈班的黄丽珍，上面下面，上面。好，上面。这个是仿佛的仿，仿佛的佛就是很像的意思，好像。再来香婷，上面下面，香婷上面下面，上面。好，再来星佑，上面下面，左水溪还是左水溪？下面。好，下面，很好。好，廖伯彦，依照课文，请问台湾的孩子在南部哪一条唱歌？南部哦，南部的是哪一个唱歌？一，淡水河在什么部？淡水河在北部哎、欸。哦，所以呢，应该是什么？浊水溪在中部啊。所以是谁？高雄跟屏东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是、嗯、哦，好，再来王鹏鑫，接上去，依课文，谁伸出双手拥抱他们的胸膛？在高屏溪这里，谁打开双手拥抱他们？鹏鑫，几？对，三是大海哈、哦，大海。好，再来下一个。下一页哦，好，来，在浊水溪旁听他们唱歌的是李炳轩。在浊水溪旁听他们唱歌的人是谁？是谁听他们唱歌？对，二中央山脉哈。好，再来，罗方哲笑眯眯的，来，方哲，本体的文体是什么？方哲，方哲太可爱了。方哲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这一首的文体是什么？有。谁？有。好，多少？方哲，是，好。再来，陈玉安，第四题，第五题，什么祭天？什么破天祭？是划破天祭还是划破？划划，所以几？三，是吗？陈玉安，一，好。再来第六，黄子晴。他说用这个鸡来造词，结果有一个字，有一个语词写错了，是哪一个语词写错了？黄子晴，哪一个语词写错了？鬼鸡、行鸡可疑、成鸡、不着痕迹。三，好，三，成鸡的鸡是密布鸡哦，成鸡的鸡是密布鸡。哦，成绩的绩是这个绩哈、哦，密布绩，所以答案三。好，再来，这里第五，曾永元，哪一个？
比喻可供巡查推 推求的细微线索是哪一个？和和好，再来王廷佑，有听到声音吗？廷佑，廷佑，比喻人不可啊，人不畏艰难，奋勇强表啊，奋勇前进的是哪一个？你要有听到吗？不行，没听到。张泽尧可以吗？泽尧，泽尧行智跟蒋于勤哦，蒋于勤，蒋于勤，那你告诉我答案多少？为什么泽尧跟行智都没有开镜头？行智，你用啊啊，张泽尧，你用笔的第二题，第二，你用笔的，你用笔的笔一二三张，多少？三。三吗？还是一？这一题一好，再来。蒋于勤有听到声音吗？于勤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往前了哈。好，来吴伯恩，第三题答案多少？吴伯恩，答案多少？对，危言耸听就是讲一些故意让人家害怕的事吼。好，再来廖成林，警方寻着什么找出破案的关键？他好，黄玉珍，叔叔驾驶快艇在海上怎么样？不，对不。然后这个呢，就请你们自己写吼。好，来新埔的继续往后写吼，继续新埔的一样写101跟102。来，文德，文德的第一大题一样自己写哦，我们就自己写哦，好，来，文德的可以了吗？文德，可以哈，好，来第一题。老师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页数。98页。好，找到了。好，来，好来。黄金玉兰，时光什么？上午参加什么什么什么？时光先逝。什么？先逝。没有，这一题，短文中有错字的，哪里有错字？沙哑的哑。沙哑的哑要加什么？口部。口部，好，很好。再来嘞，还有哪一个有错？闭上眼的闭。闭上眼的闭，对不对？也一个门，再一个财。好，再来。斑驳的驳。好，怎么写？一个马带两个叉叉。对，两个叉叉哈。好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张行智，你都没有开镜头哎。好，再来，张行智。请问一下，第一个要圈哪一个？一二三，你都说一二三。张行智，第三个，第一个，三。好，那第二题嘞？不断轮回。回荡。轮回。回荡应该是什么？对，回避是躲开的意思，轮回是有按照顺序。好，好，再来。好，换这里，副手这个你们自己写哈，这个都比较简单哈。好，来一样哦，张行智第一题，哪一个读音不一样？张行智，好，三应该是什么？长大生长，哎，三长大生长，你怎么人家读音不一样哎？这个念长大、啊，对啊，这念生长啊，没错，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列什么？张行智列什么？凤，然后门，凤，凤，劳，累，累，连，累，累，黄，冠，冠，冠，有跟帽子一样的，就可以戴在头上，我们都只能念冠，一身冠，
好、哦嗯，那你拿到那个冠军的这个念冠，这念冠，所以答案是四。好、哦，可以哈、哦。好，再来许翠婷第二题，哪一个不是量词？是，是对，一起哈、哦。好，再来彭靖玉，哪一个是相似词？靖玉，哪一个是相似的？一。一，对，一，好，再来，张行志，哪一个字不是表示动作？哪一个不是动作？嗯，是吗？还是二？还是四？是，我问你哈、哦，驼着背，这个背是不是指你的背背部？那这个背部是不是指地方？那、啊、它是不是一个名词，对不对？嗯、那靠着是你要往后往后躺，或者是往后，或者是有点依靠的意思，所以答案是二。哪一个不是动词？是背，这个背是指地方，你的背是名词。哦，好，来，新谱的一样，继续写101页。新谱的写100页，来文德的啊，文德的写100页，新谱的。来，请问下来开始喽哈，刚刚到哪里？好，来，现在往回去好了。来，蒋于晴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于晴，于晴有没有听到？有，好，那你麦克风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好，来，张哲瑶，你告诉我答案。这个念什么音啊？你没有办法哈，我们找，我开麦克风来。吴伯恩，请问一下这几声，这念什么按？有几声？三声。好，再来。那陈琳，耸，高，高耸。好，再来。这个念嗓，让你们对一下好了，对一下好了。我们等一下下面那个，因为这个只是写国字注音。好、哦，这个茁壮的茁是草不茁哈、哦，还有一种一个是手部的，好、哦，这不一样哦哈，两个不一样哦哈，这是茁壮，这是笨拙的拙，可以吗？可以好，那我们往下喽 ，OK， 好。写出一样哈，它的相反词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就看一下，让你们对一下，让你们对一下，看哪一个有问题。我要缩小一点。那个黝黑的相反词哈，黝黑的相反词是光亮，然后高耸就是矮小，高耸是比较高哈。嘹亮就是沙哑、哦、相反词，然后茁壮就是枯萎、哦、枯萎。再来俯瞰，俯瞰是抬头，把头抬起啊，不是，俯瞰是往下，往下，你的头往下，那你的头往下的相反就是仰头，仰头就是抬头，这个是头低下来，这个是头抬上来、哦、不一样。好，来改错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哈，可以的话我要换页喽。好，来，那新谱的一样继续写下一页，写102页的第四题、第五题、第六、四五六。好，文德，文德的第一大题你们自己写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题来。好，来，我们就一大题一大题一个人就好。好，来。黄金玉，你告诉我这念什么？赢得后，金玉后什么？冠，后冠还是后冠？冠。好，再来这念什么军？冠军。好，再来第二题嘞，那片什么？空地。
对，空地，好，四声空，好，然后呢？空，空，好，许翠婷，第三题，上面下面，许翠婷，上面下面，上面，青春，好，再来，下面，好，上面，再来上面，好，围绕哈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。好，再来，彭俊逸，你们一样哈，继续写下一页，继续写下一页。好，来文德，我们继续找一个哈，来找一个来，哪个好了？陈香婷，这个念，这个不同处的是在哪里？不同的地方。那个水部啊。水部，好，再来，不同处的，陈香婷，不同处的。火部，再来嘞。全，对不对？这个念全。记住，他写不同处，不是叫你写部首，所以你的水要写这一个。好，好，再来嘞。那个漏部。对，漏，记得哈、哦，漏要这样哈、哦。好，再来。水部、啊。哪个不一样？水部。对，这个念回哈、哦、回，好，找一个来，陈新耀，请问下卓，你可以造什么？新耀卓，混浊可以吗？混浊可以，好，再来廖博彦，请问下卓，你可以造什么？蜡烛，好，王同心，读你可以造什么？孤独。李炳轩，糖，你可以造什么？炳轩，胸膛。好，陈玉安，这个糖你可以造什么？你可以造什么？螳螂。好，螳螂。好，再来分辨眼前的什么蓝？我找一个哈。郑永元，你跟我讲水部跟土部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什么蓝？水部还是土部？土部。这个念胜，那这个念精湛的湛，湛演技精湛的湛，这个念湛蓝的湛。那湛蓝要用水 ，OK？ 哦，说水部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就是什么？土部，哈、哦，这个土部的、嗯，一个是水部的，好，一个是土部的，好，再来第三个，黄玉珍，玉珍，难忘的什么事？难忘一段难什么？水部，难忘的什么？水部，难忘的啊，这个是水部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是水部，这个两个都是水部，一个是土部哈，难堪难忘的哈，难堪，好，然后这是精湛，好，两个水部一个土部，好，我们现在先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把国语对完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的话就先写，那你们今天要上英文课就转换，好，转换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上英文课的人先过去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，拜拜。上英文课的人先走。张行志要上英文课了，行志。所以我们也要过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你们都先过去哈。好，好，请问一下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炳轩给我走了，拜拜。